现在的。以前的。想不到李寻欢竟然是这样一个绝色美男子，不如我可以让你先上，然后我再上，上完后再杀掉他。嗯，在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情难自禁了，想不到这荒山破屋也有这么好的极品啊。这地方还不错，我暂时借用一下，你可不能偷看啊。这男人我也想要。你说什么？你敢跟我抢？毁灭吧，赶紧来，累了。